清晨七点，校园很热闹，学生排队盖章，大家等着做回收。我们做环保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拯救地球，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未来。2012年，马六甲马林华小只有两位老师在校园带动环保，但去年开始环保行动向前迈进，现在各班、餐厅及全校都会例行环保。现在拯救地球这一块，大家都在想要怎么做，然后在我们老师的主动、大爱妈妈的协助，我们就教育孩子，那么从小小的事情来做起。Pada asalnya memang banyak yang tak teratur lah. Macam sampah bercampur-campur. Lepas tu kita dah bagi taklimat pada murid. Akhir lama makin okey. Dan hari ni memang bagus lah apa yang diorang buat ni.不止全校师生加入环保阵容，就连校工、家长也以行动爱护地球。cikgu pun ada tugas kan, nah kita tolong lah. 就是在旁边，就是协助同学，这样老师就不需要再这么多老师来，老师的忙。全部整校动起来，所以看到整个的画面就是学生快快乐乐做环保。人多比较力量比较多，就可以帮快，就可以快一点咯，然后比较就是没有很多垃圾这样好哦。校园环保一年比一年进步，短短六个月的纸类回收就拯救了60棵20年的大树。大新闻吕佳佳邹一集马来西亚报道。